赛。北京中国国安队对阵武汉卓尔队的比赛。下面为您介绍双方运动员名单。武汉卓尔队首发队员：三号刘毅，四号艾志波，九号拉斐尔，十五号林天，十六号董春雨，十七号埃弗拉，二十号李航，二十二号廖军健，二十四号王凯，二十五号努比亚，四十号郭腿，替补队员十号巴布蒂斯唐，十一号周通，十四号张浩然，十号常飞亚。武汉卓尔队主教练李铁，北京中国国安首发阵容：二号金敏增，四号李磊，张稀哲，十四号邹德海，十九号于大宝，二十号二十一号李海拉，二十三号李可，二十七号王刚，主教练卢格。